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玩文明六的英国片啊。今天的任务就是拉紧炕，罗马这个地方正在闹革命是吧，闹暴动啊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拉紧炕啊，其实是这样，不要闹暴动啊，就是他已经独立了拉文纳。那么现在我如果拿下拉文纳的话，这太棒了。怎么个办法？我不会受到谴责对吧，我呢在不受到谴责的前提下就能够把它并入到我的国土，简直就棒上加棒啊！我看我能不能射击，现在还哎能射击啊，我能射击拉文纳，但是我现在先不，为什么？我让罗马去射，我让罗马去射是不是会更好一些？我看啊，我在这个时候和罗马宣战的话，是不是属于釜底抽薪？可以吧？好，那稍等啊，我先把这个生成这个野战炮，没问题，因为我是做的升级的钱都是减半的，所以说咱们快速升级也算是玩个赖，算玩个赖啊！我看。这个建造者，好，建造者过来把这个鱼给捕了，我先把上面这个鱼捕了算了啊，先把这个鱼捕了。然后我怕什么吧，我怕罗马把拉文纳打下来，我呀先看一轮，如果拉文纳快打下来的时候马上向罗马宣战啊。好，咱先下回合。哎，我刚才已经谴责完他对吧，我再确认一下啊。啊 OK 我向他索取肯定是不给，然后我看一下啊，现在格鲁吉亚的女人对我还是不错，那么我和她做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战争联盟。和谁联盟？图拉真。哎，图拉真是阿拉伯的吧？哎，不是啊，罗马。 OK 吓我一跳。好好好，交易，战争联盟，图拉真没说的，算了。哎，他不打，他变得聪明了，让交易更公平。每轮给三个钱，他才会帮我打图拉真。算了吧，这个钱我都不舍得出。他每轮还给我28个钱的吧？哎，啊对，每轮还给我28啊，没问题。咱先下河，先看看这拉文纳的形势啊。今天我要收复拉文纳，帮他收复拉文纳啊。我的骑士。按理说阿哥斯空虚我是可以进入阿哥斯这个城市啊，我看不到，我想看看这阿哥斯这个忠诚度怎么样，为什么我占领是忠诚度这么的差。先在这待机，下回合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总督的问题，有朋友跟我说这个总督有的是适合他干的，有的不适合，也许我的这个利兹就不适合维克多也说不定啊，一会儿我再确认一下。这个政体建筑完成后，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欢欣鼓舞。如果将这个新政策纳入政体，我们的人民将获益匪浅。太棒了，什么政策？我看看。我现在是把鱼下上。OK， 获取伟人，大科学家，获得一个在什么地方？激活，科技第一时间激活。对科学理论有了极大的提升，对化学我也会了，太棒了。生产项目，伯明翰。出灯塔增加住房，我现在不缺住房，我先走兵工厂，增加产能。下回合，赶紧看看拉文纳的战况，正在独立是吧？独立的好啊！只要你敢打拉文纳，我就帮拉文纳灭掉罗马。没想到格鲁吉亚的女人居然找我要这么多钱，相当于100斤是吧？布里斯托，对，我朋友现在是应该在睡觉啊，在布里斯托。好，重复路线，下回合。哦，郑和又来。郑和在见识了非市场经济后，我突然更明白了我喜欢市场经济的哪些方面。说太对了，自由贸易啊。我看看啊，咱们经济政策再出一个应该有新政策了，三角贸易。这个政策上次有一朋友跟我说，你得和你的这个朋友国进行联盟之后才能够取得这个，我试一下吧。目前来看，现在咱的卡牌还算可以。战争卡牌我看一下，有朋友跟我说你的帝国难道不要了吗？我看啊，他说的是哪一张？后勤，在友好领土开启回合数加一，这个先不要，因为估计友好的朋友不多。哎，他跟我说的是哪张帝国卡牌啊？他说的是政体，那算了吧。OK，
然后曼彻斯特继续重复路线，选择市政，启蒙运动肯定是要走，想都不用想。普利茅斯，哎呀，百废待兴啊！让我那个加农炮已经回，我加农炮已经回去了。天哪，那就让他回去吧。美国大兵真的是，哎，赶紧，我跟美国做个贸易啊！大家请稍等啊，交易。我看你缺什么？你缺鱼，给你个鱼，增加你的移居。没说的吧？可以，可以，成交，没问题。罗斯福这手设计有点太假了啊！我看看，他这都有。你没有葡萄，再给你个葡萄。哎，稍等，这让这就更公平。给了，跟罗斯福搞好关系。没说的，我的普利茅斯还想变成一个大都市呢。我看看啊，因为我的普利茅斯真的是发展的很不错，我买了多少东西为他？现在普利茅斯的问题是没有人口，没有产能。我看一下啊，大家请稍等。现在挂在了产能，没说的，这才挂两个产能，这不合适啊。这样吧，普利茅斯，我再买一个建造者，把周围的这个地方咱们都改善改善，好不好？然后别动，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拉文纳。好多美丽的茉莉花。我不光看拉文纳，我还要支援一下拉文纳。我看我有没有兵。这个炮一会儿上，这个炮一会儿也上，没问题吧？他让我炮击拉文纳的都市，这我肯定不击，要击也是击罗马嘛，对不对？行，我大概知道这个意思了啊。然后稍等，刚才我看到了郑和，我要活捉郑和。大家看这个地方有个郑和吗？对吧？对吧？这是郑和，我怎么捉他呀？我这也没个兵，我不能靠建造者去捉。好吧，咱下回合吧，不先不捉他。利兹、拉文纳，看他怎么作战吧。他只要把拉文纳快打下来，那一瞬间马上向罗马宣战啊。这样拉文纳一看，哎，我是在帮他的，是吧？结果他就归顺我了。咱们使用这招，事实胜于雄辩。事实胜于雄辩，错，应该是证据胜于雄辩。这个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个这个法律常识啊，不是事实胜于雄辩，是证据啊。过来加产能，选择研究。你看这两天我一直看那个周立波案，真的就是没证据就不行。看那唐爽还是聪明，唐爽还是聪明，知道留有后手啊。哎呀，看到没有国界的这个地方真舒服啊，都是我的。其实国界在外面。好的，开矿山。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建造者卡牌再加两个移动力比较好啊？波尔多、水渠加住房。我现在真的就不缺住房，我出娱乐吧，好不好？以后哎，这娱乐怎么只能出在这种地方？出这儿把我粮给去掉，没问题。拉纳打怎么样了？好，把罗马这些个施努兵消灭。自由骑士骑手漂亮，你们是正义的，我支持你们。我想建造者过来干伐木场生产项目。普利茅斯别动，普利茅斯升级。我对标准化生产有了极大提升，漂亮。标准化就生产线嘛，对吧？然后普利茅斯出什么军营？我靠，他让我出船坞，出船坞是增加钱，肯定是需要。但是我是先出军营，为什么？为了防守啊！防守谁？美国大兵出在这儿。然后这个地方我再把它这个伐木建上。然后咱们现在还缺人口嘛，对不对？普利茅斯还得拼命发展人口啊！下回合再回来看拉文纳。我不日即将向拉文纳、向罗马宣战啊！保卫拉文纳，他倒是打呀，老在拉文纳周围转悠。你也不开炮，他这帮骑手如果我打的话，还真有点费劲呢。我看啊，一会儿我打的话，先灭了他两个骑手啊。哇，漂亮！这样一段题词：快乐是城市在和平时期想起战争的痛苦。说的对呀，快乐就是让你想起当时那些坏日子，对吧？什么日子最坏？旧社会哪年啊？68年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哇，这话说的 ，B 站又审核过不去了。好，接下来咱有两个火枪手就好办了，马上驻扎，生产项目，
伦敦军事学院肯定出一个加三个生产力。我天哪，威尼斯军械库太棒了。小城威尼斯为什么不建在威尼斯？阿哥斯向我们宣誓效忠，并请求加入我们伟大的文明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拉文娜归过来了吗？哦，天哪，是我的正义感染了你。我虽然丢了阿哥斯，那可能是不正义的战争，但这个绝对是正义的。然后我马上攻击，攻击谁？稍等一下，大家请稍等，这是谁？我看一眼啊。阿拉伯的骑兵攻击，居然都骑到这儿来了。没说的，让他尝尝我英国铁炮的厉害啊！还有呢，这个炮能不能攻击到？这个炮不能够攻击到吗？哦、啊，已经没有了，给打沉了。去，别动，拉文娜，我看一眼，我是通过什么魅力把他征服的？原来咱们可以不战而胜啊！好，马上给拉文娜派一个总督，派谁去？我看一下，谁比较擅长内政？看样子这个伯明翰比较忠厚的教育家平加拉比较擅长内政，对吧？图书管理员，哇，咱们以前的主席就是图书管理员，不能再说了，再说就太敏感了。哎，拉文娜我不用派总督，为什么？大家请看，都是正的，所以没有问题。拉娜暂时先不用派，保留或继承肯定保留，还用说呀？我们失事的是仁政，以德服人啊，以德治天下，漂亮。他给我十一个人口啊，拉文娜修礼拜堂肯定修，然后别动，给拉文娜加一个驻军野战炮过来驻守拉文娜，省得你给我背叛。选择生产项目，曼彻斯特造船厂，我看看，走造船加产能生产项目利兹，我看我能不能买点什么，买个市场，干嘛又造市场？利兹宜居不好，按说出娱乐中心，我先出。我看我走娱乐还能走到什么地方？不行，我娱乐中心的辐射面太窄啊，这肯定不行啊。走，因为是这样啊，以后我要再继续攻击阿哥斯的话，我肯定从利兹出兵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地方我应该修一个军营比较好。哇，不行，这要踢到我的矿山，这个弄。走娱乐，其实走娱乐辐射面太窄了。先造船吧，单位需要命令建造者，我看一下。过来，给我这儿干伐木厂。我怎么两个建造者？我看啊，这地儿咱们已经下完船了，对吧？这已经下钩了，这也下了。美国大兵就没有再富饶点的土地块被让我占一占吗？就这个地块还可以啊，把它买过来吧。普利茅斯购买地格235，卖的是不是有点太贵了？好，单位需要命令过来，给我干伐木啊！1、2、3，三格辐射没问题。下回合，我天哪，我不战而胜，我天哪，太棒了！和解，跟阿拉伯和了，为什么？离我108000里，为什么不呢？哎，大家看，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攻击罗马了，对吧？他不得人心嘛，而且拿下罗马，我就等于拿下了地中海，都是违反理智的。嗯，任何和理智相悖的东西都是荒诞可笑的。这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看看啊。自由主义至少有两个独立区的城市加个宜居，然后这个是理想主义，学院中的建筑状态产生科技值，如果城市人口大于10点，则50%科技值拥有加30%。这个好啊，我要科技的话肯定是走它呀，但是我替掉谁是个事儿，对吧？总督为其所在城市加2重城，不行，我肯定先要这个，因为我要打仗嘛，对吧？作战的卡牌我其实是要的，关掉。选择市政，土木工程我肯定想出，但我看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我应该出个新政体，我看看出谁。我天哪，我
这离着八丈远呢，出不去了。我看先城市化吧，城市化的话出社区，先走这个吧。那就应该先走土木工程嘛，对吧？先走土木，走完土木走民族主义。哎，稍等，宣布殖民战争。我先来这个吧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兵了嘛，对吧？殖民主义是什么？本土征服。先来殖民战争了。单位需要命令，赶紧给我干一个伐木场。哎呀，然后我能不能给普利茅斯快速增加人口啊？现在住着这个普利茅斯吧，它粮不行。稍等，我来看看这公民的分配。一个一个，两个粮站着呢，对吧？首都站着，这是你看，我就这两个地儿有粮，所以说，它阿拉斯加地区嘛，对吧？也是没有办法。好，罗马小儿马上宣战。我看啊，我先和玛丽亚，不是玛丽亚。塔玛丽做个交易，战争同盟，图拉真更公平，给我七个金了，得寸你还进了尺。然后图萨拉丁交易，战争联盟打图拉真，成交。Very beautiful， Go， 来吧，我不怕你，小小罗马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。哎，这谁把我这个还给劫掠了是吧？估计就罗马干的。射击，绝对射击。稍等一下，我不拿我的这炮射，我拿城市射。哎，不对不对，稍等一下，我拿炮射。为什么？我给炮增加经验值啊，弄错了，拿炮射增加经验值。好的，击飞，不是都不是击沉了，击飞。我看啊，我的火枪手待机。下回合我看一下啊，咱们现在拿下罗马的话，就他妈的我和美国要搞好关系，美国可不能再进攻我的普利茅斯，我受不了这个事儿。好，和我预想的一样，罗马杀过来，我现在可以这个痛痛快快的杀上他一场。我看看先杀谁，我这铁炮过来先攻击能不能打动？我这是攻城用的，打了25，铁炮攻击。我还有个闲心搞贸易，天哪！攻击，好的。然后哈，这是谁的贸易路线？生产项目一会儿再说。布里斯托，我先把城墙出了，早晚要出。选择办贸易路线。啊，这是伯明翰去哪儿的贸易路线，我看一下啊，因为跟罗马开仗了嘛，对不对？拉文纳，这是我新的城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普利茅斯的兵待机，由你们两个火枪手给我镇守，我是比较放心啊。拉文纳别动，先走城墙，一会儿我再给你做个加速，我看看拉文纳能给你买什么，我还要给你买一点东西啊。这个走加泰基，哎，加基怎么跟我是跟我宣战状态？我去，把它变成我的从属国。大家请看，英国推翻了迦太基的旧宗主国，推翻了罗马，我成为他的宗主国。然后我看迦太基在哪儿，这儿。哦，现在是5，我应该继续派兵才行，继续派大使才行啊。远程射击罗马，这不是郑和吗？一炮打掉，没说的。射击，斥候居然还敢冲过来，一炮打掉，没说的。我看起来。是应该把我的炮往上吊，下面的话为我军营防守问题不大，上面的炮给我攻击，必胜，两个必胜是吧？先拿去弩，好的，这有点八国联军侵华的感觉，人家还弩了，我就拿长枪了。我看啊，我的大炮为什么不开炮？我天哪，这震耳欲聋龙的炮声啊！就跟我小时候那个听的爆米花那炮声似的。过来，波尔多暂时不用助手，射击。咱们拿下罗马是压倒性的啊！而且我还没有动用我的海军，我还没海军，主要是哎，罗马开始内部闹革命了啊！阿兹泰克。
de Yoshiwani no sotima wiki。很荣幸见到您。哎呀，行了，看这样子，以为跟我宣战了呢。阿斯泰克在美洲啊，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是谁跟谁打起来了？难不成说图拉真在帮我作战吗？哎呀，阿拉伯才是兄弟，我看出来了。坏了，他打我的射石炮。不用怕他，不用怕他。哎，怎么手枪还击？这是在打谁啊？打传教士。哎呦，哼，那干嘛？给我涂点什么东西过来。行，罗马拿下，咱们直奔北非。干嘛？目标哈图沙、维多利亚、秦始皇。我目标算获胜是吗？我跟哈图沙目前可是同盟关系。上苍引导我们了解其他世界。打乱了，现在打有点乱，现在也不知道是朋友还是敌人啊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容我看一下罗马武从这边兜他一圈的话可能是比较好吧，对吧？那我这个加农炮从后面先兜一圈，稍等，我先把他把这个骑士拿下。居然没倒，还有一丝丝是吧。进入罗马，冲进一格，不能开炮，那就再冲一格。然后我的移动过来，然后在这补个血，后面的铁炮跟上。我这三门炮应该能把它拿下吧，如果不能拿下的话，我这门野战炮再调到罗马的这个右面来啊。雅典也在闹暴动，行，我知道你们治理的都不太好，我看看啊。走科学理论，冲着名儿我也想走，为什么？重视科学，单位需要命令，加农炮暂时在这带一轮机。跳过回合，城市远程攻击。好的，渔船把它打下。其实我应该，同志们，我应该继续从往下走，进攻罗马。过来，我这个炮去那也是没办法，这有山挡着嘛，对吧？下回合，开放边境，给我钱，同意。哇，阿兹塔克还是好啊，阿兹塔克就是墨西哥嘛，对吧？那你，秦始皇气得说不出话来啊。对了，稍等，我要和罗斯福进行一个友好的协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普利茅斯在人家眼皮底下，赶紧看一下罗马发生什么事了，有人进攻罗马是吧？哎呀，这阿拉伯兄弟还真就是兄弟，射我的射石炮，漂亮，拿枪去把这匹马给打走啊！我看一下我的血够不够啊，血有点少啊，减17，别动，射不到，这可射得到，射。没说的啊，射了一点点啊，这不能射击。我能下水吗？能下水，我把它调这儿来进行射击算了。这门炮也是不能够射击，那把它调这儿来。生产项目波尔多，竞技场，增加移居生产项目。稍等，伯明翰。走灯塔，波尔多的商人继续贸易。我看啊，他让我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是吧？去拉文纳，好好发展一下拉文纳啊。OK， 目前看起来，大英帝国还算干得不错，赶紧拿下欧洲。然后我看啊，接着是拿北非，因为阿拉伯这边挡了我一道嘛，对吧？哇，大中华这么大了，不会把我打死吧？哎，刚才我的射石炮好像没动是吧？应该动了。哇，这个进行贸易，跟伦敦进行贸易，没说的加五锤。然后别动，我这个射石炮刚才为什么感觉没开炮似的？我能不能顶住他的攻击？看开炮一试试。才打掉一个，咱们调过来，在水上肯定是不能开炮嘛，对吧？阿拉伯的骑兵
阿拉伯的骑兵您挡路了，跳回合走下来攻击他的阿尔皮努姆，攻击没说的白打，这个时候好，然后我的这个炮也调过来攻击他的阿皮，阿尔皮努姆太难念啊，咱就叫阿皮，攻击没说的。哎呀阿拉伯兄弟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但你躲开，我得上去，否则我没法开炮，我又不是军舰是吧。野战炮让我升级，我看啊，布里斯托升一级，我天哪，我知道他经验值怎么来的，绕了快半个地球啊是吧，升级单位需要命令，这也不能够攻击，这要亲命了，交换一下这俩炮，我交换一下行不行，因为这个炮适合攻城，这个炮适合打野啊，这我还得折腾折腾，往后撤一步，往后撤一步，往后稍一步，不行啊，我这动不了啊，这阿拉伯兄弟你太耽误事儿了，我先上这儿看看能不能试老唐再过来，没用啊，我这不这块做一个补给，我看啊，哎这长城吗，你看像长城了，三峡大坝，下回合我就没水的时候修个大坝是吧，那防什么呢，不要把我射死，我那个西马斯卡拉，罗马有铁炮了，哈哈，好好好，看来你也不是吃素的啊，我的骑兵在哪里，我需要把你调出来了，布里斯托待机，给我镇守布里斯托，这地方处理一下啊，我的骑兵单位我看一下啊，我就一个骑士，我一骑士在这关着呢出不去，那我得需要在拉文纳买一个骑士，然后绕敌人背后去打他对吧，刚才是哪个炮打的我，哦是罗马的城市，那没有办法，我上这儿来能不能攻击罗马，这个炮这个炮啊，这个炮先攻击，那我的射石炮的话有点担心啊，射石炮我上面需要处理一下，稍等稍等，这一会儿再处理，上面我的射石炮不能死，回梁山原地补血，补得过来补不过来，还有多少血，是个事儿啊，拉文纳铁炮移动一步能不能攻击他，试一下啊，往这移动一步能攻击吗，不能攻击，我先上岸，然后能不能打到罗马，别下回合，我这里处理一下，我要下水跑，能跑得掉吗，跑过去让我的这个炮调过来，我移动力比他还多，这好办了，还能攻击，野战加农炮现在是全能炮，漂亮，一打三响， OK 大捷之后，安娜恩金加率领着队伍整齐清军， OK 那先别下回合，我先看看这边的形势，没问题，下回合阿拉伯我其实现在不用他了，我自己就能够干，好攻击，下回合行，一会儿我把这个城市收大脚也给他收下来就算了，然后我现在应该是他打谁，他打我的射石炮，原来如此，你打得动吗，打不动的， OK 那这样吧，我的射石炮原地补血算了，我也不攻击你了，我就在这原地补血，不减22吗对吧，我就在这不停的补血，你就不停地打我，让我其他炮攻击你算了吗，补血也不攻击他，好这个炮攻击，哎你倒是攻击啊，我怎么感觉我应该生产点军舰了，从海上攻击的话更好一些呢对吧，我看啊我这个炮不行，
我这边需要的是射石炮，是有攻击力的炮，可我这射石炮正在缺血，你先回家补补血吧。走，我的炮调过来攻击他。哎，这是格鲁吉亚是吧？是格鲁吉亚吗？下轮再走，过不来，格鲁吉亚挡着呢。罗马占了天时地利啊，我想打他还拿他没招，这个炮先回伦敦给我镇守。单位需要命令，拉文纳待机。不行，咱们先拿他下面这突石算了，上面这感觉罗马的地理位置太好了。好的，然后咱们的炮可以攻击，但是不攻击先待机。你挪开点窝啊，阿拉伯兄弟骑士，欢迎您到我们的首都，再见。好，大家快看，他走了，这就好办了。他还打我的射石炮，没死吧？OK OK， 然后我一会儿生产一个骑士啊，在伯明翰吧。哎，稍等，升级攻击防御，加升级没问题，然后继续回血。他一直打我的这射石炮，他是比较聪明的，我这边炮也不能停。然后伯明翰购买。能不能再买个炮？能买骑士。工程塔没用啊，商人、建造者、射石炮是不能买的，是吧？我不能买炮，就是说，先来骑士吧，那就肯定用得到的。下回合。哎，罗马这么难打，主要是我的兵过不去。现在我三个炮围攻罗马。我这还有个剑士火枪手，对不对？单位需要命令，待机。哎，我选的是待机啊。然后稍等，别动，我看一下啊。我的这个暂时先不动，下回合。哇，罗马他开城的位置太好了，易守难攻啊。世界处处有战争，他还打我射石炮。他怎么认准了一个柿子捏呀、啊？再打我射石炮，真有点挺不住了。减十一。好，我的骑士，我看看能不能有什么作为。惨败，惨败！骑士，我用的是最后一击，我要是他的移动力。哎呦，我的射石炮快不行了，这我也出不去了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吧。前进一格，射击。骑士，我看啊，这是我其实应该再加一张战争的卡牌比较好啊。大家请稍等，伯明翰这个地格我怎么居然还不是我的？这怎么行？还有奢侈，赶紧买过来，获得伟人，海军统帅又获得一名。然后我的这个炮继续攻击。哎，稍等，我攻击还是再攻击一下吧。然后下轮养伤啊。好的，单位需要命令，海军统帅，看看啊。为原子时代海军增加单位，这肯定要啊。那你就再给我待机算了。哎，他非得让我给他移动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是吧？我看啊，不行的话先进伦敦。单位需要命令，为一个单格内玩家恢复20%的生命值。哎，我这么多好东西啊！过来，我的骑士，骑士一会儿给我去
占领城市，占领哪一座还没想好，先派出来。完了，我这狮子炮没了，看他打不打我，他肯定打我嘛。哎呦，阿拉伯兄弟真的是兢兢业业，派了火枪手来了。稍等，罗马不对了，罗马不对了，罗马独立了，罗马属于自由城市。坏了，我现在成为不义之兵，我要撤出罗马，好不好吧？我现在撤出罗马。如果事实和理论不符，那么就修改事实。嗯，就修改事实，我去，让事实符合理论，这话可是很反动。我调出这个是非之地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，罗马我还是想不战而胜啊。我火枪手把他拿下。罗马这个城，我如果能不战而胜，我尽量不战而胜啊。攻击，然后这个炮在这休息。哎，升级漂亮，攻击防御加10，我要的就是这个。选择研究钢铁，造一座煤矿，先走工业化生产项目。伯明翰商业中心看一下，非常该出一商业中心，但是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。走娱乐的话只能走在这儿，走商业呢也只能走在这儿，加6斤，加的倒是不少，没有必要。现在走，先走城墙吧。单位需要命令，暂时待机。野战炮驻扎。哇，金！我现在就是拉文纳怎么拿过来，我得再研究一下啊。我希望罗马，我以同样的方式把它拿过来啊，以人证服罗马啊。我哎，我能看看这罗马的信息吗？他，我对他的影响有多大，对吧？他愿不愿意跟我？单位需要命令。为文夫就是说恢复我生命值，我要恢复生命值的话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部队赶紧过来，我为他，你为你恢复生命值，我看行不行？要不我过来给他恢复，能恢复吗？怎么进那儿去了？我大科学家，我的大科学家呀！好吧，我看由于时间关系，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。今天咱们不战而胜啊，拿下拉文纳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拿下庞大的罗马啊。如果能拿下的话，那是最好最好的结果啊！不知道行不行？希望行吧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好，那由于时间关系，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。谢谢您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